他的第一面铜牌赛呢正式开打。那这一方，阿嘎获得两支以上的右口七号，阿嘎获得右口。是的，那这一组选手呢，红方是来自桃园市复旦高中的附中的邱真祥，那蓝方是来自高雄市凤林国中的吴康。凹的七号，凹，凹获得右口。好，这是中段踢，获得瓦扎利。这场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啊！目前比数来到3-1。阿嘎获得右口。这次获得右口的七号，阿嘎获得右口。那目前的比数是来到3-3同分。阿嘎这次获得右口的七号，阿嘎获得右口。这一场实在是太紧张了，目前比数来到4-3。阿嘎这次获得优酷的七号，阿嘎获得优酷。时间倒数15秒钟。比赛结束。比赛结束，那非常恭喜来自桃园市复旦高中邱真祥同学，邱真祥选手获得国男组第4量级对打铜牌。